在充满节庆氛围的温馨十二月，大兴很荣幸地邀请到一大群大兴宝宝提前回娘家过节。就让我们一同回顾2023年的宝宝回娘家活动，探索那段爱与欢乐交织的美好时刻吧。有仪式感之余，更从诊所把巧兵带过去餐厅组装，一切都是要确保每一个大兴宝宝们都可以玩得安全也放心。当我们同仁汗流浃背地把成堆的玩具运上医师们的后车厢时，我们就有预感，今天的活动一定能让孩子们满载而归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大兴宝宝回娘家活动。今天已经有很多人来参加了，将近100组回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回娘家，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信任跟肯定跟鼓励，谢谢。今年活动办在亲子餐厅小岛3.5度，现场有美味的buffet。在活动开始前，大家可以一边享用美食，一边跟大兴的医师、护理师、胚胎师等等这些好久不见的朋友们组桌聊天，分享着彼此的喜悦与感动，将这份温暖的情感传递到每一个角落。派他来送礼物。谢谢。这么大了。好。接下来你们要努力了，接好运。4岁了，小孩就不能要了。那我就给你啊。好，退货。可以吗？好，加油，再一个。希望今天大家吃得开心，玩得开心，好不好？接着，我们陆续安排大兴宝宝们进行有趣的竞技活动。1岁以下的小天使们用可爱的方式展现他们的无限活力。第2、3场的爬行比赛，又有许多其实已经很会走路的小朋友参与。有人失控的冲离赛道，有人使劲的往终点爬去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到达终点的方式。在2岁以上玩具班班乐的活动里，看似每个孩子都兴致勃勃，但其实每个孩子奔跑的方式也有一点不同。有的一旦听到哨声就朝着终点奔跑，有的孩子舍不得离开爸爸放的起点，有的会在终点处做选择，有的只是一边前进一边回头试图得到父母们的指引。未必每一个人都要用同样的方式走同样的路到一样的终点，过程的多彩多姿才是最重要的。虽然就像这些比赛一样，家长们有时也无法牵着孩子的手带着你们前进，但我们相信大兴宝宝们都是在期许中降临的，你们一定会在充满爱的环境里茁壮，并且在人生的道路上随时都会有像这样在后面看着你们成长的父母，以及在一旁给你们加油打气的长辈们。希望即使有一天你们好不容易抵达梦想的终点时，也别忘了像今天这样跑回去拥抱在起点一路陪伴着你们的家人哟。在活动余下的时间里，大家享用美食，让孩子们尽情的在儿童游乐设施中嬉戏玩耍。最后，共同定格了这份美好时刻，在合照中，每一个笑容都承载着奇迹与感激。每一份感言都是对爱的延续和欢笑的见证。这场聚会不仅是一次活动，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和生命的庆典。因为每一个大兴宝宝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，都值得我们用心感受。再次感谢每一对愿意相信大兴、给大兴机会的你们。大兴真的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和现场100多对父母一起度过这样美好的时刻。那么我们明年见咯。